就每次俺扬起的饺子。嗯，开始脱皮了。那今天做俺韭菜开的好呢。好。你可以饲养个大驴，是你大牛啊。那是公司十年制。这大牛。土豆粉。两勺土豆粉，玉米淀粉，一勺玉米淀粉，西红柿和少许。妈妈，你经常打的，单手端过。放点十三香，今儿的这香太香了。妈，这也在那儿拍起做糊弄吃的哦，很多人都想看。妈，这叫蒸车是透明的。哦，红颜色还是透明的。只要十分钟就好了。嗯，这叫蒸车肯定好看，我要发个朋友圈。我这好看的舍不得吃了啊。啊。这个菜不好包，有技巧的。俺、嗯、家里边儿一个97年的小娃把我微信邀我去，又把你叫破饭了，然后笑。你看小娃娃嘛。